来简约地爱多八十年态度。各位大家好啊，我呢就福慧啊，我第一下打俾佢啦，咁我都会好鍾意佢啊。咁咧就今次上咗《越界驚情》咧，做呢個電台訪問啦，多謝你請我啦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好恨自己嘅男人，都好中意你啊。咁啊，講咗啲我嘅近況啦，講咗我啲好陽嘅感情嘅問題啦，其實都唔係問題，感情嘅近況啦。咁咧就都大家傾得好開心啊，咁所以如果大家想聽嘅節目咧，就記得喺網上記得重温啊，《越界驚情》。